快救人呐！快救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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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人
太惨了，真是太惨了，真是可怜他是太贤惠了，现在丢下我们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可怎么办？可怎么办呢？他妈的，这个年头好人不长寿，坏人活千年。 你们下来吧，下去干什么？我们又不是孝子。让开！可怜啊！妈，我们指望你回来了。 一家子可以过太平安逸的日子，想不到现在变成了一场梦啊，一场那么惨的梦。人命关天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自己找死，我们又没碰他一根汗毛，我怕忠良从此就变了心。 他敢，哼，只要干爹一句话，立刻就要他的狗命。你爸爸给鬼子在大树上吊死了，死的时候多么惨呐！一村子的人全哭了，现在淑芬又被你们逼死了。你快给喇叭吹点回来。 可怜的是，我们还没有死，我们还活着，活着在受着无穷无尽的罪。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妈。